哪所是英国最特殊的四校？今儿细数一下，七橡树中学的七宗罪。第一宗，第一个英国中学却完全摒弃了英国的教育体系 A level， 只学 IB 课程。第二宗，2022年学术排名高居全英第六，碾压自诩学术见长的威敏威亚伊顿分校。第三宗，排在他前面还有五所学校，都是回家刷题的走读学校，而七橡树三分之一的学生全寄宿。第四宗，招收国际生没有任何的比例限制，学生来自于全球70个国家，不拘一格选人才。第五宗，英国学生上外国大学的平均比例只有5%，但是七橡树21%以上的毕业生都上了非英国的大学。第六宗，学校始建于公元1432年，比著名的伊顿公学还早8年。在15世纪啊，那时候有钱人死了，财产都要捐给教堂，但是创始人 Sevenoke 却捐建了 Sevenoaks 学校。上帝的归上帝，遗产归教育。第七宗，历史上第一个读英国中学的人叫黄亚东，当时20岁，是1770年间就读于七橡树。敢问英国四校还有谁？有这七宗罪。关注英国的我，关注D06学。